战地可以找很多人组队，其实，因为你像你如果打海战，一个指挥，那两野个战炮呢？手，然后一个维修官，攻杀会，你他妈现在这么好好讲话是不是？聊天呢、我讲话越来越唔当了，我的天！有吗？以前我觉得以前很有矜持，以前很矜持吗？那现在还没有到很熟，好不好？现在才是真正的我。哎，战地现在是四个一团，他不可是如果是 Costco 的。走那，如果谁反正变机，如果是玩那种。大型对战不能组超过四个吗？大型的应该不行，就是他就是一个小队这样。哦，就是跟人家玩，就是去找那种剑士武器的那种大团玩。